最近那个台风下的特别多啊，很多水库都会放水，水库只要一放水，很多牛鬼蛇神就会跟着跑出来。所以等一下我要去一个水库的下游试试看，看会钓到一些好料的。花山涉水终于到钓点了哦，这边水真的看起来超级大啊，跟我的流量比起来差太多了。我现在流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流大看起来是蛮难钓，但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标点会变得非常明显。变成说很多款流区基本上都会藏鱼啊，反正我看到石头后面可能有鱼，我就丢看看试看看。哦，吸钓原则就是尽量以打标点为主啦，有打到标点绝对有机会。丢那个草后面，它是个环流去中。哦呦，中中，又中了！呼呼，收边收边，小虎队一枚，超小坑，当观赏鱼刚好。再来再来，多拼几只。哦，还有一大群呢。拖过去就中，哎呀，好了，大车再拖实一点，就是这里，中，哦哟，怎么会拖高？换上沉水铅笔，摆面开的。还在，一大群，哎呦哎呦，追过来啊！嘎呦，中，好咬的啊！中，哇，跟鱼竿拉着鱼虎也很爽啊！哇，腹背受敌，正面吃钩。好哎，刚很多虎被弄下去，是啊，好可惜啊，它不咬都掉下去了。哎呀，呼呼，中喽，干干咬啊，干干咬，有啊，很有啊，这里很有啊。算了，继续拼。中，哇，钓小虎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小虎队集满五只就可以出唱片了，现在有四只了。这个铅笔在水中轻点竿头就好了，它就很漂亮的泳姿哦。对他们来讲，就像猫看到逗猫棒一样，直接给它咬下去了哦。哦呦，中，又中，呼呼，狂咬啊孩子！哎、欸，拿上来好，怕跳下去。等一下，我直接把这网子拿起来。好啊，都可以哦。太好了。还有薯条，好像在炸薯条。炸薯条，小心，全部进来吧。好多只哦。哇！来吧，孩子。这样挂着了。好啊。它应该不会跑掉啊。可以哦，够重。再来，继续表演。中场休息一下，哦，这个鱼虎真的很好玩，饵一丢过去，一整群跟出来，有点像是玩红竿一样，哦，如果你带三五个朋友一起去钓的话，有机会每只竿子都中鱼，哦，然后鱼虎它中文学名叫小盾鱼，那这个拉丁文叫嘎啦嘎啦呱呱呱啦，还不会念呢。Gianna Micropels
起初是用水质跟养殖的名义进到台湾的，那水族名称叫做红鲤鱼，小小只红红的很可爱，那很多人看到它可爱也是把它带回去养，但是这种大型肉食鱼类在小时候的成长速度可以说是几米短几寸，听它讲一个月长五公分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个成长速度比我小时候在抽高的时候还快，我那时候一年长五公分七公分而已，它们一个月就长五公分哦，差不多花个三五个月就是相民的尺寸了，蛮厉害的。那这种有体色水，它的体型成长慢慢从红色啊变成这个橘白色、橘白黑的配色，再长大一点，虎纹会开始出现。啊，升到繁殖期的时候会有这个潘多拉星球的颜色。啊，那随着环境的不同啊，可能会有黑虎啊，还是有这种炫彩虎啊，五维波一大堆。所以单就这个鱼虎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张力的一种鱼。这只大只一点，直接进去。是哦。很容易脱钩了，太会甩了，再来走，快，哦。对啦，五道加油加油 ，OK 的啦，加油！瞄准后面那个三角地带，你要越过去，我要越过去哦，对，好。哎，终于终于，哎。孩子啊呀耶，刚好中了，哦终于哎啊呀耶啊跟着第二只哦，该送你回老家一趟了啦，哟没事啦、哦、太阳真的有够大的，骨头都快被晒成黑豆了，中没掉了，对啊，终于中了、啊、那窟蛮厉害的哎、欸、很可以耶，十几二十只有哎，很多鱼哎、啊各位观众，您的外劳新 YouTuber 已上线。好，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说，想要把这些东西炸起来试试看。而且我相信也蛮多人好奇说，这种小鱼虎炸起来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炸鱼苗，哦，有酥哦，我觉得它跟成鱼有很大差别，啊，
蒸鱼是吃起来是扎实感，那吃起来是一个绵密感。哎呦，我觉得它应该干煎的会更好吃，就是整只像展开的感觉。啊，它吃起来会有淡水鱼的土味吗？没有，没有，没有，这还假的。大只有时候会有腥味，但是这个没有，小只没有。那等一下我也吃吃看哦。好，你吃吃看啊，我觉得你应该喜欢。二来啊，二来，我觉得它超级适合配胡椒粉。啊你，你要加胡椒粉？等一下，这个要先上啊。等一下啦，你这个鱼肉，我才一波就一堆虫飞上来，什么意思啊？不应该不是从里面飞出来的吧？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种梦幻鱼炸到如此的恶魔，应该说地狱化梦幻地狱食材。我去，好烫！哎呦，对。我是没有吃过它成鱼的样子，可是我觉得它这个吃起来跟我们自己在外面餐厅吃到一些鱼口感一样，所以你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啊。那你要不要收哈一下那个胡椒粉 ？Man 啊！淡水鱼肉的口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的鱼肉。它是没有土味，这个鱼肉真的不错。不过就是因为你没有调味，真的会有那种。